接烧好了，真的，怎么有这个？要开启附魔金苹果，恶心一草啊！什么什么恶心一草？恶心一草，我的东西跑我身上了。我是卡薰衣草好吗？然后反正有那个嘛，那个物品点烧，嗯，我来玩看那个竞技场，好久没玩了。哦，好耶！十分钟后直接会被 TP 到一个16格的范围。十分钟直接竞技场这么十分钟哇，太快太久了是不是？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不要再短了。太久是不是？还没办法再短啦、啊。可以了，那就是硬要撑十分钟啊，好不好？好，好。对，啊，如果当然在那之前遇到敌人，那要打、欸，当然也是没问题。前面这前面就结束了，分钟结束了，来不及啊！让我们随机分队，分，耶！哎呦，鬼手爸爸组。啊，小勇是好友了，嗯，最开心。哎、欸欸，对，我要下去了，房主要下去了。好的，好的，有的，这样就不需要开同类伤害了。哎、欸，哦，你刚刚犹豫是不是？搞不好对面会需要。他们感觉很想要没事让他们和乐融融那就来咯好好那边有个少界塔几乎在零零的地方你可以去去看、哦、好啊走走走走走走环形 OK 了吗好啦好啊干什么很久没看到我了吗CP 组合呢？哎、欸，真的哎、欸！哎呦，啊，为什么没拿到东西？他们两个找，可为什么？我们刚刚很精心布置，我们、欸、他在旁边而已、欸，真假的？哎、欸，真的、欸，太近了吧！啊！没有，现在无敌，来来团团，我们赶快做个那个幕府。我去刚好，小雨他们刚好来了。我做工作台了，哥，你走。哇哇哇不行，我要拉一个距离，拉一个距离躲起来。可我觉得他们会追我们呢、欸。10秒，还有十秒，还是要分开。那我们只好先四散了，看他会追谁。好，走。小雨在追我，小雨在追我。他们在追我，他们在追我。都没有什么金苹果之类的，没有，在你后面。好，那我们赶快捉一捉。哇，扣巴迪正在受伤。你游太远了吧？对，我可以多做几把。啊，我忘了给那个嘞。对啊，你那个东西没有掉出来。有给了，可以吃，赶快吃。哈基，你先吃。吃什么？我没给我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只有你而已。弯。有了。我要销毁一个。好。哎呦，白痴，我按到离开师傅去。那个吐司他也弄了斧头，我看到了。哎呦，好，快来找我，快来找我，我还在打。好，我在偷打吐司喵。嘿，他还没吃，碎啦，他没吃。哎，那你多一个，这两颗，我多一颗。啊，进来了，进来了，我是诱饵。嘿，然后我打波波，哈哈，还吃。孩子，我来了，我也来了。对啊，幕府超慢欸。我拿剑了。哈哈哈哈哈！哦，吃给他们看，给他们看哦，好爽啊！小尾巴。喵喵。我要吃。耶！打翻身。耶！太近了，太靠近了啦，白痴！上次，太快了！哈哈哈哈哈！土司太近了，打架！我要爆料，那个土司喵没有吃到附魔金苹果。哦。我有两颗，好爽、啊！而且一开始给曼是有复制错指令，只有我自己有。我有销毁。他不是放箱子就有了吗？对啊，因为这个有卡到啊，他就没。对，箱子那个出问题。对，这场有问题。尴尬，太快了！哎，我们开始说，哎，不要打巧克力，他要给我们金苹果。
讨厌，我打了一下之后就跑了。你杀了我还是会给啊？白痴，好笑。我们就想说哈基去干扰我们，其他人赶快去做个幕府，我们赶快自散。有时候我们被吸引，小鱼眼家，对啊，我说他们等下拿武器来，我们就完蛋了。然后砰死，砰，然后土司就死，完全不到十分钟，好好笑。哎呀呀，再来再来再来，没关系，没关系，四倍，是。是吧？了不起，再重新玩同样的。感谢小奈布的超级留言。来来，再打架。感谢。猜猜。哎呀，有不同，有不同。太猛了。设定。然后这个正常的就可以放进去了。哦，这个水蛮多的。对啊。这一个小。他的运气，明明陆地那么大，还会在同样的地方会发现。就在旁边的运气，这是天命啊！天命，哎，剑说竞技场，竞技场，竞技场啊，一样那个有免杀哦，好，好，自己方便。十分钟后竞技场，十分钟之后限高限低，好不好？好，就来随机分队。哎，我怎么没分？换两个。换两个，换两个，接接接，好。小雨，我们最有缘了。哎，好啦，看在你给我扇子的份上。Okay. 我给你三把，对，就三把。真是傻眼猫猫。那你都没开到其他的，你怎么多把扇子？没有，然后我又开到一个哈基的。哦。就没了，没啊，没啊，这么冷，什么东西，硬要放开薰衣草进去，我想说这个人跳这么开心，卡薰衣草了，真是卡薰衣草，你今天卡薰衣草吗？卡薰卡薰，哦，进来了，开薰衣草，快去找木头，没有木头啊，这里有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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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等一下一过去又看到他们，就好笑。我们这开薰草要拿在副手，这样才会卡薰。哦，好，好好好，是。然后举盾的时候往地上插啊，开薰草没了，不开薰了。卡薰草没了，不卡薰了，不卡薰。我的卡薰草没了，都是你害我的卡薰草没有，我要揍死你！打死！我是开啊，我是不是卡、啊？卡卡薰草，我就卡薰草了。这是开薰草。哇，那这是假的。是假的啊！完了，完了是假的，糟糕，这个没有力量。嗯。可是没有，我们才是真的好吗？咖才是真的。啊，对啊，这个是开啊，不是咖。啊，完了完了，那完了。对啊，我都说完蛋了。那我不想打他。你可以打他。我不要。石器时代，好快。快哦！挖爆哎、欸！好快，他们好快。不要，我要钻石了，我钻石了。不用，有铁就好了，好不好？不奢求钻石。这边怎么都是烂石头啊？总是烂石头。就是那个不是石头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安来硬的，来硬的了、欸，好猛、喔！太快了吧？应该是旁边的山那一种的吧？还是他们有村庄？哎、欸，搞不好也是有可能，还是船沉船、啊？沉船吗？沉船那就太强了。那我也是醉了，好吧？那也是没办法，好不好？对啊，那也是没办法。来硬的应该是拿到箱子，因为现在这时间不太可能烧出来啊。对啊。他不用烧啊，免烧啊。免烧啊。啊，对哈、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有可能他们是看到那种露天的矿石。我的卡薰衣草。插地上了，对不对？插在地上了。完了。我插树苗插到薰衣草去了。完了，你已经先输一半了。你已经输了。完了。完了，完蛋了！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真的世界末日了。怎么办？我对不起我爸妈。没有，你对不起卡薰衣草。啊，薰衣草！对，薰衣草的爸妈是哈基。啊啊？为什么？因为你召唤他们出来的。你怎么了？我被薰衣草不开心了。被薰衣草咬一口。
孩子叛逆了，打了爸爸一下。我要 PS5 这样子。为什么爸爸你是蓝色，我是紫色？他妈妈是红色，他妈妈是红色啊，要么是杰瑞嘛，要么是斧头啊。我觉得应该是斧头啦。哎呀，哎呦呀，自古红蓝出 CP 不是吗？对啊，自古红蓝出 CP。就妈妈是，还有谁是红色的？哎，不对，那没事。团团其实是红色的吗？团团哪色？红色团团啊，红色团团，太多甘蔗了吧？哎、欸，完蛋了，完全没有挖到一个铁，完了啊，完了！我要去找洞窟，刚宿贱末路啦，宿贱末路啊！是谁在我上面挖、哎、挖土啊？完了，薰衣草又在咬人了。对啊，薰衣草又咬了我一口。薰衣草咬人，那薰衣草是在把我，薰衣草在把我往水里压哦。蓝色的，水蓝色。对啊，我是水蓝色。难道你也被咬？被波及了。哇！烂洞窟这么大一个，什么都没有，就一直哭一旁。啊啊！怎样啊？被苦力怕咬了。对，被苦力怕咬一口。哎呦呀！哎呦！哎呦喂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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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苦力怕咬人呐！哎呦，好恐怖啊！苦力怕的串联呐！太恐怖啦，太可怕了，不是这会发生这种事啊，这个是蝴蝶效应啊。换你挖，我没有了。为什么？你看小雨再多被咬几口好不好？没有看到了。哦，宝宝，我接手就有铁了。哦，宝宝，哦，宝宝，你根本作弊，你做坏了。哦，我去找苦力怕。我的黄金，你还要被咬一口？我被刺激到了，波波最爱刺激我了。你很烦哎、欸，我是烦心啊，怎样？我想被黄金骂，黄金可以骂我吗？不要不要，骂你都被骂，都被靠背，不要。那、啊、昨天团也超强的哎、欸，现在遁地又怎么快？哎、欸，还有这东西哦、喔欸，我们。所以你刚才凋零了，太快了吧！来地表集合，我发铁，我发盾，我发盾，啥都没挖到。对啊，我还挖到黄金呢、欸。你怎么有黄金呢、啊？挖到黄金要加分吗？我什么都没有，我还是怕上面一直跑来跑去。遁地65哎、欸，基本上就不能往下挖了。对啊，反正等下不是会被传到小房间吗？十分钟啊！对啊，剩五分钟。没查，那其实没查。对啊，来吧，你们在哪里？发盾牌喽，孩子们。我去找一下铁。我去找钻石。哎、蜜蜂跟着我飞啦，我手上拿着卡西。那他进你上来，我给你铁。我铁找到铁了。哦。我无。哎、欸，我要去做雪球了，我等一下用雪球打人。嗯。雪球不会痛啊。啊，我也没伤害。没有，我要击退就好了。你是雪人吗？十分钟。我真的没看到哎、欸，大哥。你家的好德鲁，你家的好德鲁，真的有够哎、欸！我耳鸣了，完了。那你耳鸣为什么？咦？为什么？不知道，突然又耳鸣。你就突然就会耳鸣了。巧克力在你右边。在想你，你完了，我要砍死你！这个开薰衣草你是假的。干嘛？你一定是巧克力假扮的。我要盾牌，给你啦。是他们家吗？嗯，我给你啦，这里呀、啊。哦，你们那边应该没有人有苦力怕爆炸吧？没有，我们在地表。那就是他们的。有没有皮革啊？抱歉，今天不行，去找。你他们在地底是不是？他们在地底有一个废矿。呜，废矿。对啊。哦，不怪，他们一直在爆炸哎、欸，难怪一直爆炸。对啊，哦，就听到他们一直在爆炸。没钻石的吗？钻石吗？你已经到钻石了吗？嗯 ，FB 吗、哦？你已经滑到最下层了，可以挖钻石喽。可以挖钻石了，你已经在 FB 12层喽。已经在可以挖钻石的程度喽，然后就知道了哈。F5 又是武器，白痴。
的诱惑。嗯？我好像这次发现了没中邪。哦，我有苹果哎，金挖得起来吗？我先做金苹果。他自己可以挖。你在打？哦呦，他吃了。对，他吃了。他应该是有两颗。他有没有，我刚偷打他一下，让他被蜘蛛咬。你好棒哦！然后你也快，你也快爆爆了。我不怕盾。要死！厉害。喂，可是我要死了。你要吃哦，小雨你要吃，我吃完了，我吃完了。哦，有看到他一个人在洞窟里面，只是他全身铁装了，说他不装啊，全身铁装没关系，他全身铁装，我们四个人碾应该也碾得过吧 ？Maybe 应该吧，是两个人，看不好说，差六个铁。感谢罗塔嘛，罗塔的会员，感谢。看那個、没有路可以逛了吗？他是又把那个传送关掉了，我看。什么传送？云月也全身铁装了。这么大、啊哦，这么大、啊，他们速度这么快，我已经很快嘞。因为他们在废矿里面啊。就问你这怎么打？这要怎么打？觉得我已经很快了，没想到他们更快。他们更快不行，他是你不能快，男人不能快。好，我跟他们说快一下。但是也不能不出来啊。差一个。哦，那是哭光没？不，现在时间九分了。欸、哦，反正你在那个他们那个废矿旁边。真的假的？就在这里哦、喔！我想地上有羊毛。右后方，右后方，對海这里海边那边，这里，对，是不是要做一堆门的、啊？靠左边一点点。要传送，要传送了。对，要传，反正就是他们在这个洞里面。嗯。哎、欸、哎，边是阳面的。哎、欸。他们也在受伤 啊！我先吃，我先吃。限高限低。啊！我直接马上传送，可恶！没有。婆婆，你要不要先吃？没事，先吃。婆婆，你要先克。有，我先叠高。你先克，你要死了。有，吃掉了，我吃掉了。啊，吃掉。岩浆。岩浆。完了，要被烧了。哎、欸。哎、欸、呀、啊，我以为是他们烧自己，他们烧没有没有，哎、欸，他们烧起来，那个不怕，抗火啊，对，我现在抗火，大家都吃苹果，巧克力他要躲在里面呢，哦，他死了，哎、欸，剩一个，剩一个，不要下去，不要下去，下面会痛，下面痛，下面会痛，下面痛，哦，我被岩浆，下面我游起来，我游起来，不要把他打上来，打下去，打下去。把他打下去，让他被那个扣。打死就好了，哦，也可以。哦，也是。有，耶！居然赢了！太棒了！居然赢了！我们两个没有铁装的，居然赢了！太棒了！太棒了！卡薰草，卡薰草，卡薰草的力量，卡薰草。我操！不攻哎！哦，队友两个在玩苦力怕哦，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队友在玩苦力怕哦？我在即刻拆弹是吗？没有，就苦力那个什么吐司喵先被炸嘛，炸完之后我原本想笑他，我正想笑的时候我也被炸死，还敢笑别人？而且你知道我们还开到那个箱子有那个无限的弓。哇！他无限附魔书，然后我们铁还挖够，就把它弄成无限弓。然后最后是那个被岩浆吓到了，我忘了附魔金苹果就不怕岩浆，对啊，对啊，鬼通。我们这被岩浆说，我要水，我要水，我要水。哎、欸，对，不会超。他遇到小雨真的吓到了，我就听到有挖矿的声音、啊，哎、欸，应该是我听到爆炸的声音。
哦，在偷打你，然后偷打你，而且那时候刚好有一只蜘蛛在打我。哦，我就是看那只蜘蛛在咬你啊。从小野来了，傻眼。我坐在后面偷看一下，哦，蜘蛛哎，要不要自己埋进去？我帮他破个盾。哈哈哈哈哈！团团团。不准！哎，不好意思啊！哎，你知道等一下跟谁敌对了吧？就算同队也要开伤害。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这样知道了哦，巧克力还先被大死。没有，等一下，等一下，我就同队就啊，好了，我先去找苦力怕，然后又死了。你要被炸死还是被打死？选一个。你知道你们刚被炸死之前，我被苦力派稍微弄到一下下，然后我就说啊，我被苦力派咬了一口，然后你们就死掉了。你就死两个人了。我就说，哎，你再去找一只苦力派啊。再咬一口了，再咬一口了，超坏。我看到巧克白在看呢，在看哦，看了不救，不来一起参战哦。看台不玩哦，对啊，看台不玩哦，看台不玩不行哦，看了就得玩咯，对啊，不是看台被抓到就得玩咯，赶快加加加加，加加，那尼古雷这样子，那尼古雷，那什么？这个 DC 他有吧？有吗？好像也没有。没有要那款，要那个加加，赶快加！我的天啊！西瓜公会，你 SK 了，好不好？你才刚找到 SK 嘛，可以了。等下 SK 还要很久才回，就开始设定 SK 的语音，再过一年半，再过一年半。他不看，他不看，跑了。哦，绝对没有，看到波波就逃了。哎，干什么干什么？好波波哈！我跟你讲，我要爆料，算爆料。我跟你讲，怎样？我觉得没有封锁，没有比团团封锁我还要久。好了，好了，你要我们大家封锁你哦？好。麦阿美啊，那个赖的名字一看就很像诈骗集团。我明明就不是什么汽车贷款，你就是 emoji 而已。我就叫 emoji。哎呀，真的是。哦，可白不玩啊！哎，丢丢，悲伤。全世界都在等你啊！以后再也不敢看台了。对啊，以后都不敢留言了。看台也不敢留言了。不敢了。他就是在冲一个巧克白，他没有勾勾的。没有，他是巧克橘。巧克橘，巧克橘，巧克黑，巧克黑，巧克咖。哇，可以组个战队啦！啊啊啊！他怎么？他怎么？他闪了一下。你们刚有拿咖薰衣草吗？开啦，不是卡啦，我把它种在蜜蜂旁边。对啊，直接丢啊，好吧。可是蜜蜂完全不想要沾开心衣草、欸。你要去找小雨。那小雨刚刚手都拿着，拿着然后就被卡心衣草咬了一口。开心不需要，被看到了。什么？他一举一动我都在看着，乱拿我的头。哎、欸，那是摄影大哥不是吗？对，摄影大哥，摄影大哥。我不认识摄影大哥，我不会那么早死。完蛋了，对不起。哦、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怎么敢呢？哦，看有人要拿别的，再来啊、哦！好啊。跟刚刚一样哎、欸，一样的队伍，重置，再一次。哦，有换了，有不一样，有来了，好，999888，123456，波波给你发挥了，为什么是我发挥？我没有卡幸运草，你是开幸运草啊，你就交流了，
可是就是没有卡薰衣草了。哇！让你开启我们的话题。我要去找苦力怕了。为什么放？没事做更可以找话题。放。我头拿不起来啊！完蛋了，已经锁定了吧？锁定了，锁定了。啊，放那个角落很奇怪。啊，这是在可能的头。我要自中，你干嘛自中？自中是金苹果啊！自中是陈水扁的儿子、欸。等一下，哎、啊，那个你要自中，我是没有办法介绍你们了、啊，我不认识他、啊。哎、欸、呀，刚刚有倒数，然后有直接下来啊！白痴，我是小鹿晨晨，我有带跟没带一样啊！哈喽啊！你头变大、啊。对啊，我头变大，我变大。我是小猫团团，我才不会这样讲话。我只会敷衍人。哈哈啊！我村庄在左边，我到了。哦哟，你村庄左边？啊，对，我村庄哎。好，你去村庄，去看看，去看看啦。抢劫！抢劫！抢粮！抢粮！抢粮！还搞得懂？哎呀！好，我觉得你好。我等下会不会认不出来谁是谁，我们就被砍了？应该是不会吧。有铁巨人欸吧，还好吧？欸，打他有铁哦，打他打他打他。可是你要围好啊，围好、哦，这里都没有石头啊。哦，有了，哇，我们是连一个箱子都没找到。你好烂哦，你好烂哦，烂的。哦，有铁内内，哦，铁内，你怎么受伤？对啊，奶奶，你被奶奶咬到，你被铁奶奶咬到，哦、还蛮凶的，这么可怕，凶巴巴呢。还是有免烧吗？我看一下，有免烧，有免烧，有免烧，给吧，更加的迅速了，急的。我有指南针哦。啊，好的，你可以做地图了。指南客运，好的哦，好的哦。好的哦，对，这样子。请问你在村庄都逛完了吗？差不多了。啊，那村庄那么烂哦。嗯，没啥东西。哇？在哪？没啥东西，薰衣草。对啊，没事，为什么没啥都还要再多兜薰衣草？哎，如果我们装备穿起来，就根本看不出来谁是团团了。啊，反正照样打你就对了啊。反正他都不同队的一样会打、啊。对啊。名字 ID 好 ID ID 太团，嗯嗯哦真的哦对哦好，跟在你身后，你赶快去做十字工具啊！我石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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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石头。我没有，拜拜。我要去找洞穴，我要挖洞穴。哇哇！太厚了，声音太厚了。吉祥，吉祥如意！哇，这里怎么全都是水？我刚刚都没有人动，有山。哎，这边有你们怎么下去的、啊？你们在哪里有矿？哭啊！哪里找到矿坑啊？我家啦。你家里都已、哎？我家底嘞！来来来，我去地表找你们。所以是刚刚我挖下去的那个继续往下挖、哎、我看到了这里这里了，你等团团吧，嗯，我来了哦，你在哪哦，哎呦，要这里哦，好，有没有、哦、就是刚刚挖的那边嘛，团团有看到吗？团团在这里，团团有啊有啊有看到，然后左边有团团在挖东西，团团团团已经下来了，团团已经下来了，好，团团是在团团后面，这是波团，然后这是凡团，哎、欸、这边有饭团，饭团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铁，这里有铁，先做盾牌，先做盾牌。哦，运船。哎，我做再做个工作台好了。虽然我们山坡上已经放了，我有啊。哎，我真的是受不了你耶！给我一个铁，给我一个铁，给我一个铁，给我一个铁。真的夸张哎，什么团团？我们怎么没有工作台最多？他为什么丢过去？你就不想给我吗？我刚丢三个锭哎，一堆团团在这边。我也想要铁锭，有没有？有啊，这里有，这里啦。谢谢，三个哎，那我再做一个好了。傻眼。嗯。好暗哦。跳跳跳。啊。
越暗我们越卡虚耶，越暗我们越不开心。对，哎呀，这里没东西，摸物件，跳。另外一边呢？团团分身术。这真是团团的分身，然后一起去砍木头，叫分身法术。分身法术，对。今天不行哦，团团。哎，我打到工哎。今天哎呦，哎呦，人、哎、的耐久度还不错哦。哎呦，鼓励炮，我会记得举盾。对啊，你要下次遇到，下次遇到不能笑人。太快了，没有五分钟啊，五分钟慢慢挖，五分钟还可以挖。我们刚刚往上了。没有，还没，还没，还没有啦，不用怕。那我们的装真有够爽，窄门哎、欸，发！窄门，铁机子啊，铁机子啊。等等，我在你后面，我有你要干嘛？那就走这里。没有啦，我是说对面有人挖窄门啦。哦，白痴哦，我还以为你挖到了。对，没有啦。哎呀，你怎么叫这么大声、啊？我要让大家号召大家，号召大家说，哎，有人挖到了，这样。我以为是你挖到，这里怎么都没看到什么题啊？是我眼皮啊？我这边超多的呢。对你真的眼皮啊？我在你后面挖到了三个。哎呦，隐约今天好像找铁都找不太。我挖到二十几个，哎、欸，那你赶快做装吧，我现在也是没装的状态，有点惨。二三，我们平均做啊。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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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上去，欸、可以装岩浆哦。哦，但是有金苹果哎、欸，这里有。对啊，有金苹果其实没怎么用啊。那个就给你挖，我再继续往前哈。啊，噔噔噔。啊，果然前面有。这里，对啊，这次就物资正常多了。你们刚刚有不正常吗？等一下要早一点往上走哦。我们就是全身都裸的啊。要走了吗？我不知道几分的时候要那个、欸。五分呢、啊？所以现在是多久以后？其实我觉得可以差不多嘞、欸。你可以先上去集。好啊，可以啊。哇，那我要先上去了。没事，屁股中了一箭，屁股中了一箭，我要跑了，好爽，免烧，好开心。你还知波波？你还知道在哪边吗？怎么走回去？那我们两个要死在底下嘞。哦，这是谁？哎、欸，嗨，繁星，繁星，你知道怎么走吗？这里啊，这里，这里，这里。等我一下，我这边还有铁，我铁中铁。这边。跳。这边吗？那你就这个挖上来，过来这边就好了。这里还有铁。这不是我插的火把、啊，这边绕一圈了呢，不是这样，这里没有了，这里没了，结果我们迷路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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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还是要现在开始往上挖？可以啊，不然就现在开始往上挖吧。我48个铁，好，我做过火把，对吗？嗯，就往上挖了，给隐月挖了。我做石膏、哦、很慢哦。我也是，我也是石膏，大家都石膏。他是说多高啊？六限高六五的话应该可以啦，六应该可以啦。两分钟可以啊。八，我会开始挖高山。我们现在挖到一个很高的高山。哎呀，是没有铁，我来挖。铁给你们挖。抱歉，你今天不行。没晒啦！啊，应该大家都可以铁装了，全部吗？我这边24个，我可以自己弄一套吧。48个，十个哇！你怎么那么多？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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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我，换手，换手。我有没有铁可以让我做装备？有，隐约身上没有吗？我只有9个，我10个。哇，你真的都没找到哎、欸。来这边给你们去分一下、欸。其实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的高度嘞、欸，所以在这边就先在那边做装备吧。哎、欸，我觉得这里真的是高山人、欸、啊。我觉得是高山啦，我们就在这边挖开吧。就先在这里做装备啊。噔噔噔噔噔噔，做材料。我刚好一套，我刚好一整套，但是我没有铁制武器。你们先做完装吧，再看看吧。没关系，我们拿先做装备为主。对啊，装备为主啊。你们有剑士吗？
No， 有我有羽毛。No。 你有没有历史？没有。宝。哎、欸，你怎么可以戴帽子？我们要都是团团哎。哈，我戴帽子还是团团啊？你看，还是一样。他们就知道你是团团，就来打你了。好啦，我戴这个吧。要等 ，first 座。好了，还有十一个。还有十一个，那可以做那个啊，做铁剑。铁剑啊，斧头就没什么差了啦。斧头就用斧头就好了。来四个，好酷啊！嗯，对，刚刚好一人一个。嗯，还有准备快做快做快，箱子里有，可以快快快快。做完了，我做完了，我也做好了，做完了，都做好了，我也做好了。好，就按那吧，按那吧。他、啊、哎、欸，我为什么看不到中间的倒数啊？我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刚刚也都没有。请问怎么该吃啦？我要吃了，不管。吃啦、啊。好、哦，这个灯应该就十秒。五、灯、四、三、二。为什么吐司要开始了？啊！我刚刚跑上来了。哦，这是哪里啊？为什么？哎、欸，白痴，这太高了啦！啊！哎呦！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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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破盾了，哈基破盾，哈基破盾，打他！哭啊，打他！哭啊！我不怕一家，我也不怕，不怕，不怕！哭啊！有了，我死了啊！我死了！哭啊！剩一个，剩几个？两个，剩小雨。这是吐司喵啊！哭啊！喵啊！哭啊！小雨死了！哈，还剩谁？还剩谁？吐司喵在上面呢、啊！他快赢了！天哪！啊欸、你了，碎了，太高了，差一点，只是差一点哎、欸，我差最后一秒，你有没有差、欸？好惊险哦，这个，啊、好可怕，恐怖死了，恐怖死了，看来以后打架都要讲哇哇，好多团团的头、啊，哎呀呀，他干嘛？哎呀。这是极限哎、欸！极限怎么这么多团团？都是团团，太强了吧！太强了！对，我一进来就一个团团，又来一个团团，又来一个团团，在围殴我！我的天啊！哎呀，没有队友也有团团的，啊，你们也有，一直举着盾就赢了。我刚刚蹲着，我假装是他们队友。可以看 ID 啊。我识破你了，我就直接去打你。识破你的识破，你的识破。而且刚阿健还说真正的团团已经死了。对啊。没有，我是说被真正团的打死了。啊，他说被真正团的打死了。我还想说真正团团死了，看一下为什么还有团团啊？一堆团团，真是。阿你看你。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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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哦，不是你，你又是吐司喵，你看你铁装没有浓出来，我，而且你为什么被凋零了都还不赶快先吃？哦，他没吃哦，他没吃哦，他是最后传过来，然后我看大家的血量，我才发现他没有吃，还赶快叫他吃，不要浪费。你不浪费，比较浪费。刚刚有看到中间的字吗？没有套组哎。没有，我也没看到。你也没看到，就听到声音。要心算哦。他最后有那个、啊、叮叮叮，就是十秒，最后十秒。我耳鸣，耳鸣，我耳鸣还没好。就是又在猜那个时间游戏。等下波波，你不会心算是不是？三十秒是多久？六十秒一半就是三十秒嘛，六十秒是一分钟，所以它是半分钟。哇！哇、啊！进步进步进步！垃圾！谁没进来？都是喵！谁？谁？是谁？有！还玩什么？玩什么？玩什么？什么是他？为什么是杰克？杰克不在了。当然，杰克不在，对不对？要给他有点那个参与感嘛。大佬啊，大佬就啊，还准备考试。哦，对啊，这个时间好像是其中啊，就发现他还在弄另外一款游戏。好、哦，
看不来吧？赶快去看看压压惊。要玩什么嘞？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 idea？ 我看看能不能实现。嗯，有什么？想一想。中间可以自动整理包包，还是什么？那个没有需要，好像有点难。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之前玩什么玩到很开啊？忘记了，钓鱼还是什么？钓鱼吗？钓鱼哦。哦，你说开钓鱼是不是？因为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钓鱼啊，钓鱼狂热，对对对，钓鱼狂热。嗯，可是这张图还可以吧？还好啦，还有很多河啊，还有小的水池，小水村庄。嗯，获得宝藏与垃圾的几率大幅提升。哦，那我们应该也要有那个、啊、好的钓竿。对，钓竿。竿。只能用钓到的东西来打架。哦，也不错哦。我拿去挖矿，我拿用湿透的皮壳打人。哎呦！拿空水瓶打人，拿碗去打。哎、欸，你想想，空水瓶砸破就是很利的东西耶。哦，超高！你是说玻璃瓶啪碎吧？对吧？那小吃摊不都这样子吗？鱼饵还有什么海洋祝福？还有什么绑定诅咒？绑定诅咒，消失诅咒，丢出来没了就没了哟、哦。消失诅咒不是 Q 出来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你跟我玩的不一样哦，不好意思哦，是N 快服 ，N 快服是什么 ？N 快服 ，W 快服，鱼饵三，海洋祝福三，耐久三，好，好，只能用钓到的东西来打架，是不是？好，对，好。欸、那可以发一根箭矢吗？对耶！直接用到无限的，只有一根哦，掉到无限就可以啦。对啊，有什么问题？那就十分钟后才说圈，让大家可以聊一下。下一场可以玩这个，那个好哦。好哦哦哦，要用草茎走路哦，草茎哦，我想说你要沿路挖土过去，我也想说一路挖土，没有啦，就来我看看啊，分队，随机分队，随机分队，随机分队，水之呼吸，有可以。嗯，走走走，这不就是刚刚爆炸时光的那一关吗？对啊，我就在想说，好像有点印象，爆炸对，我想要把它抹掉那个记忆。到第一场的，这样就有，这第一场的好吗？第一场太快了，可以再哦好，血池血池 ，CP 谈久一点。D O 三，不要看到阿波三，你们这群来乱的。拜拜拜拜拜，我们那个。第一场是下去啊，正面对决，我是下去的，我啦，好，钓双人钓鱼时间，哎呦，哎、欸，为什么？哎、欸，为什么没有显示、啊？对啊，所以开始也没显示，对啊，这几场有流量。然后说张磊，你要去哪里？跟你走，那踩在那个上面，就这里了、哦，爱情小水池。哎 ，Kobe Cat 的雪碧雪，咦、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我的满心的爱情小水池，你要掉那个钓竿？为什么就只有我的没有上钩？那、啊、送你。好、啊，我有吧？喂，团团有啊？喂，团，喂，团，我有声音吧？哎、欸，有声音，你掉到附魔的、欸、附魔书哎、欸，还真有附魔书。我明明就咬护山强力山，我听不到团的声音哎，明明就咬，他没在讲话啊。我使用者设定有用呢。哎、欸，团团回来了，我刚刚一直都在。哎呀，我有皮革，我有皮革，渣渣可以用。沙鸡听得到了没？有人听得到了，现在听得到了。你刚刚真的听不到、啊？我刚刚完全听不到团的声音。
我以为你在闹他，我在想粉星跟巧克力是闹的，是吗？我以为他今天弄你啊，他在暗示我。没有，我真的没听到，我奇怪。哎，公哎，小时候。哦，好虚，好虚，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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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哎，贯穿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没有铁针啊，刚没有给铁针，对啊，现在给吧，好啊，好啊，好啊，给幸运二，哎，又是弓哎，修补书，哎，修补弓，修补弓，差可能无限了，铁针，铁针的 ID 叫什么？哎，我也是消失诅咒的弓啊，哭啊 ，Rock 命名牌。简称叫做 Anvil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啊，这风水不好，我要换一边。艾若瑞哦，那么铁灯，哎、欸，你有那个嘞？冲击一，为什么都没有上钩了？可以那个啊，啊，即将上钩，我要拉掉。发等级，嗯，发等级啊，是是是是是。经验值设为高于玩家 ，set 所有人八十七等，八七八七，太多了，富到爽。哎、欸，钓鱼是不是钓不到弩啊？钓不到，钓不到，好可惜哦。你也钓不到盾啊、欸哦，好可惜哦。保护没有啊，不然我这个就没有用了。QQ。你去别边，这边有他们打脚，我会找一个更好的宝地。有粉星，这里这里，花花草草，这里这里，贯穿保护燃烧，好来了。好，那我们再偷偷过去。哇哦，吊他们，吊他们。哎、欸欸、我们这哎、欸，你们一走，我直接吊到强力士奈久山的弓、欸，哎，那很好啊。哦、他就不想要我们在啊。对啊，你们那是你们的天地。哎呦，没有啦！哎、呦但是我每个人发一个箭矢啊。哎、欸，没有箭矢，刚刚没有吗？有啊，有一根啊。哎呀呀呀！你射出去了吗？有，刚刚有一根。那根射到谁身上了？有有有，没事没事没事。你射谁了？没有，我想到这个这么……哎呦，等一下，附魔术效率四，可恶！确实没有用哦。哎、欸，附魔术强力四，效率四。哦哦，哎、欸、哎，强、欸、力可以啊，强力可以啊，有强力五了、欸。强势攻，我有强势攻，不行，我们重点是无限，无限，無限要无限啦，不然就只能射一次而已。是吧、啊？就射一发就没了，这样不太好、喔。真爽一次，这样不太好。对啊，你为什么你在效率、哎？我觉得，哎呦，想要多少就多少最爽。啊、哦，可以狂射机关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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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最爽。对呀，那你要看医生、欸。好狂啊！你要看医生、欸。看医生。好哟，不要给我鱼啦！食物哎、欸。好了，对哈，我们只能靠钓了。哎呦，直接喝汤哇！喝五个安了。对啊，哎、欸，说不定可以骑马哎、欸。对啊，对，我有安哎、欸。我两个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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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安而已。啊、哦，你还有好多鹦鹉螺壳。哎、欸，我已经两个修补工了，是要干嘛？哦，鹦鹉螺壳，来个无限、哦？有吗？无限修补，但有火焰，所以就真的就只差无限了。哦，火焰就差无限。他许我，他抄袭。哦，你刚刚有火焰哦。对啊。哇！我让他学不了我，来吧。无限骨头，我可以驯服狗。哦。线哦。可以可以。可是你学不来的。快上钩！哦，不要再给我鱼了哦，一直给我鱼。我反正没什么鱼。但我有两根骨头，我有三个鹦鹉螺壳，还有忠诚三的附魔术。有没有狗猴？狗快给我过来！是可以边钓鱼边先驯服马？对啊，我想去驯服一下。对，马吗？对啊，嗯、马妈妈，我觉得他一定是要我骑在马上面钓鱼。哎、欸，我安安了。哎、欸，没有，我是安安安呢、欸。有天安跟我讲，我还很多啊，大家都很多啊。我这个马很凶啊，一直把我甩下来。哦，啊，黑马比较难驯服。
有了吗？欸、没有，没有无限。哎、欸，这个给你啦。啊，哎、欸，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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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骑到马了，是不是？我强三，终于钓到鱼了、欸，哎，哇哇！我是一开始就钓到河豚。哎、欸，我、欸、我这个弓还直接飞走，就是你了。哎、欸，我没事。哇，你复活书！哦，在我身上，啊、火焰而已，白痴。效率高，保护节制核心。为什么弓直接飞走？马不过来，到底为什么奇怪？三个安，你也是安安的。咦、欸，有皮革鞋。哎、欸，对，我都没有皮革，没有武器啊，没有，好像弓而已，对，只有弓。耐久三。哦，你给我这么多，但是没有一个有用的，哭哭。钓竿不需要啊。喂？咦？荷叶？怎么这么难？啊、哦！钓到什么就钓到什么，天啊！不要再给我安了，你是要安几次啊？两个荷叶，呵呵呵呵呵呵，又是修补工，平常想要的修补，平常想要都拿不到，哎、欸，你要了、啊？没有啦，荷叶啊，两个荷叶，叶叶。哦叶叶，我有叶叶，我只有叶，我有福福，肉肉，你好福、哦，你好福的是吧？我跟你讲，我有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是什么？无限功，谢谢，毕、哦、业了，有人毕业了，玩了鹦鹉螺壳，烦哦。那你可以去寻夫马了。无限火焰强力四 ，OK， 强力五啊，强力五了。刚不是强力四你要付强力五啊、哦？我这里有。哦，你到底是什么？这不用很强力五啊，但是强力五、啊、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我不要客气，先寻福马，先寻福马。你不是有八七八七等吗？对，不要客气，你是唯一的无限功，不要客气。你要想，他们搞不好四把无限功了。嗯，不行，我要先骑马，然后把马射死。这边有那个、啊、火焰的，你有火焰吗？阿基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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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有单独强力四也有，强强，哎呦，有了哎、欸！我有一个谢谢。啊，我也毕业了，谢谢，耶耶耶！看来这个池子还不错，我需要锯掉。他已经深埋在里面，我们需要多钓一点。嗯，阿纪给你这个啦，你去和强武啦。好好好好好，你们其实也是可以继续钓鱼。有，我要继续钓啊，只想说先给你。我觉得钓鱼真的太好玩，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钓。你可以陪我们毕业啊。可以，他在嘲讽我，还没有，没有，我要给你东西啦，没有，不会，我人最好不会这样，你最好不会这样，没有，我不会，体验我，没有，哎、欸，冰霜行者，哦，欸、可以玩，对啊，是大海，是大海，对啊，是没大海啊，要去晚上喽，要增怪喽，嗯。现在时间九分，我们是几分传送？没有传送，十分钟收缩，十分钟后慢慢收缩。哦，强力四耐久，欸、这马很不乖、欸。嗯，看、啊、他们说要钓鱼，都在寻夫马。没有啦，先这样子，等一下比较好跑路嘛。哈哈哈！哦，这是哦，这是快马，太爽了。嗯。哇！等下，要跑了。哦，有一把弓，耐久三。哦，哎，都没有，我都修补啊，哭啊。对啊，一堆修补哎、欸。哇，怪物出来了，好危险的感觉。真的，我们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哇、啊！我们在冒生命危险钓鱼、欸，哎，哎呦，我就是要钓，哎、欸，我有骨头了，把一些没用的丢掉。快上钩！这里不会有铁之类的吗？就不会做铁剑了？不会，
对。哇，只是攻的耐久不是很多，就是啊。和啊，和啊。对啊，我现在用和的。反正我八七八七的。哦。谁？蜈蚣啦。哦。我们这边宝地宝地没有怪没有怪。你的血呜。我的血已经被他射掉四颗了。快跑啊你！起码赶快跑啦！我们要跑了吗？啊！僵尸来啦！你不是有马？你骑着马？你走，你走，你赶快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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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怪带在你这边。你跟繁星段安全。你把怪带来的话是要干嘛呢？我们在钓鱼啊！你要也是当保镖吧？你看有怪来了，保镖！我怕射到我的马、欸，怎么办？你有没有蜘蛛？保镖！蜘蛛，小心蜘蛛！保镖！保镖跑啊！保镖只是四颗星！保镖！保镖跑了！你射到我的马了啦！哇！快泡水！快泡水！快泡水！妈我的队友都是来客的、啊、这是意外，这真的是意外，有天是可以把我做准我感觉你是特意瞄着我的马、欸、我要当反正有蜘蛛反正有蜘蛛反正有蜘蛛我要当流浪商人了、嗯、天哪这牌做不了沒有对啊他进我们去到处晃吧不然我觉得怪物太可怕了好好好那个我边界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准备走了，我们准备走了，这最后一吊了，没吊到，好好好走了。这一块真的是很有村庄哎、欸，有啊，村庄在边界，可是不能用啊，可以找吧，村庄可以吧？我们不是说只能用钓鱼的，只能用钓鱼的，这样感觉哦，啊，好可惜哦，哦，就是保镖都走，阿爷，不是我们没办法在这边，我们在那边怪物就过去了，你知道吗？他们在哪里啊？你们刚刚钓的地方，在村庄旁边。哦，他们哦，你们可以先射，你们可以先射。哎、欸，所以他自己已经过去了、哦。对，等下，可是这村庄分别不是一堆怪。哇、哦，碎！哦，我看到你了啦。他有在那个吗？那个无限的感觉吗？没，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注意看。旁边我只射一个就跑了。Bobo 感觉有，因为 Bobo 刚刚他有射一发，应该不太可能会没无限就射一发。我连射两发，所以他波波应该还没来得及反应，所以他尸体可以去捡。你们在哪里啊？可是小雨在他旁边，所以应该是被捡走了吧？对，我刚刚有看到小雨。好，那我继续掉。你们先继续掉，你先继续掉。哇，阿基！掉了啦，走了啦！这么凶，我天啊！他自己不会射到马哦。刚刚他旁边哦，允月救了我耶！允月怎么救你？救了我旁边一只已经要引爆的苦力帕，然后把他射死了。哦、哇！你们在村庄是不是？对吧、啊？不打鱼了，不打鱼了。哎呀，我看到你们，我看到你们，有尸体可以捡吗？有尸体可以捡吗？啊，在。知道这边怪一大堆啦。你后面有苦力怕？巧克力。我的地方很深，我怕。我在看。鬼夜行啊，这里。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了啦。丢身上东西。哎呦，这里好恐怖、哦！哎，我把戒指丢了，我把戒指丢了。哎呀！我的马力水，我的马力水，要上来，上来，上来。那这里真的很危险哎、欸！找小雨，哎呦，哎呦，啊啊！我、哦、地上啊，那不是那都是无限的箭矢！哎呀妈！我看到你们在那边拼搏，我在吸引他注意力。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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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哎、乐、哎啊、在射我，我没看到他。哎，耐戏啊！音乐在上面射我。团团上，是再见再见，团团上啊！另一个啊！不要射我的马，这个坏小雨！哎、欸，啊、死了！他被酷攻给射死了。旁边有个酷攻啊！怪物都是我的好朋友啦！地上满满的东西，超扯，好可怕！白痴，就是没有无限，我还在掉。有人说我有掉到无限？看错吧、欸、不会死但是我要被打死啊输吗我被想打死上去了上去了上去啊满地东西哎呦我们这里打吧
哇，打的 Bobo 都被杀死了。我后来捡到了，我后来捡到他。嗯，我是唯一的两只箭矢射死你的。哦哦，很棒。唯二，唯二，唯二。音乐刚救了我哎、欸，我靠，真的假的？音乐刚射我的那一瞬间，后面把我那个苦力怕射死。好，我射到你，我射到苦力怕。好，对啊，你还跳成就哎、欸，魔物猎人。真的假的？我怎么成功？玩的玩的，嗯，哎，真的哎。远月瞄准魔物猎人，我一直在努力的掉啊。掉到无限的，还把怪引过来。感谢 Q I N E E R 零五七八的会员，还射我的马，我就不晓得在干嘛。这是意外，不是？哎、欸，好多马啊、哦！我的天哪！对啊，哎、所以我们就一大堆还没掉到，我跟繁星都还没掉到啊！太美，想要捡啊，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可以捡。哦，所以团也没掉到、啊，有啊，我跟他是有啊，好猛哦！两把几率算很高哎、欸。然后他在夸你，间接在夸自己。对哦，哎、我有钓到哎、欸，真的很难钓哎、欸，我们这边就只有我一个人独一无二钓到，你们知道吗？好会啊、哦！你长得好帅哦，哎，我跟你长得好像。没有，我跟你讲，他进排第二名，跟你讲排第一，真的。哇，又啊，开始了，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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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进那个。那个射，哇塞，从背后来，可能都要生气了。天哪，他紧张调什么？啊，看你们，我刚刚看到有两个人就提供这个，一个是说你踩到草地就会凋零，那就是每个人发一个无限耐久的铲子。啊哈，这样子变成说你要用草茎移动那样子。哦，好，另一个是说就是每个人就发，就是可能有某一个就是可以丢经验值。经验品狂丢，那你到打屋的人会直接急死哦，所以要让对方经验多哦，对方经验到满，对，就是丢经验品给对方，让对方五等的，对方就死了，同队伤害嘛，哦、这个怪，这个好玩呢，还是要十等、十五等都可以，十等的，十等好了吧，我觉得十等好快哦，五等五等太快，一下子就没了，没五等再吸个三四关就没。那就十等了、啊、我怎么没了、okay. 可能同队伤害比较多，我觉得十等大概二十多瓶、嗯、哦，其实很快耶、欸、混战的时候应该对，因为你也会躲啊，可是经验会留在那里，有没有经那边不能走，经验会慢慢靠近你，好可怕哦，他会慢慢靠近你哦，会自动追踪的，了，快点救我！我等了，我等了，救我！啊，我已经在掉，我掉了。哦不！哎，可是现在是，现在好像有抗性关系，太有抗性了。哦哦哦哦哦！辛苦，不要升等了。哦，集体撇开掉。好，弄回来，弄回来。然后真要把自己清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个好玩。那先玩经验品就好了。好，还是要草地一起，草地有点可怕。我们经验品先玩经验品，一个啦，一个。这个也太多了。对啊。哎呀，所有人的那第一个哦，第一个全部都是改那个啊。嗯。好白痴哦。经验品搞得跟龙骑一样。嗯，先往外面丢。没有，这个不是经验品，这是呕吐。What？ 哦，人人都可以成为 BOBO。速率是要慢一点，慢一点是？对啊，速度慢一点，跟上次那个啊，喷药水差不多一样。嗯。看到人就直接一点走吧。来看谁手痒会用到左键呢？你都用左键去 K 人，不小心 K 到人有没有？对啊。哦，这就是那个计时器吗？哇塞，我的天哪、啊，他气哇！我帮你，我帮你。哦，我的天哪、啊！又再吹。
OK， 这样对，真棒。好，是对大家。旁边有那个哎 ，OK， 丛林哎。对啊，你可以去丛林找好东西。嗯，那就来喽。好，只能丢经验品哦。好，不能用打的哦。好，好，好，好先别丢了，放下手中的东西。好，星空随机分对，为什么团团你在那里？你怎么点的？为什么？为什么？你刚是点到了、那個，你点到这个，刚刚有点到，瓶子点到。你这么不想跟 BOBO 一队吗？你别这样吗？你要先给我去加入蓝队吧。你要先加入队伍。没有，开启了，开启了。八八八，啊，有了。很讨厌我。没关系，你等下可以丢经验瓶对他。我要丢，丢吧。那就来分开。好，爸爸爸，爸爸，好冷，爸爸，爸爸，爸爸，我好冷，爸爸，这里好黑哦，爸爸，我想要出去玩。你真的是能讲？爸爸为什么不要我？这个才不行讲吧，等一下。这个才不能讲。好运竹子，好运竹子，好运竹子。哎、欸，等一下，我刚一直以为他既是陨月，为什么？哎、欸，你怎么这个错觉？团团团，是不是太想陨月了？没有啊，没事，我不没事没事没事。哎、欸、这场可以打木头，好。他们有没有讲说只那个啊？哦，没有说只能那个嘛。OK， 只有说打架只能那个嘛。就要打的时候叠高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这木头都被吸走了。哎呀，谢谢。欸、我有好运竹子哎，团团你在哪？好了，我在一根大树这边。哦哟，哦哟。哎，我跟你讲，那你还拒点我，什么鬼？我说哟。对啊，哟啊，不然嘞？啊，我的天哪！我找不到你啊。哦，哇，这里是怎么回事？嗯，你有在树上吗？没有，我在地底了。啊、我要先挖石质工具。我先下去了。啵啵啵啵，感觉做盾牌没什么，做装备也没什么。这经验瓶根本没差、啊。对啊，你用什么可以阻止你升等？打怪需要新天子哦，对耶，自杀式终止。对啊，丢哈！我在边界边边哦，哈，啊，挖这里，这个也这样子叠高就好了。对啊，看谁比较高，看谁比较高。那、啊、他有没有限高限低啊？没看到哦，没看到。要消除经验值，就是想办法弄附魔台。哦，附魔台很难呢、欸，而且这个暂时，这个有铁针就好了。这么快，有铁针就好了。铁针，对，铁针。哦，你就随便乱命名吗？对啊，对，是命名，是命名，是命名。我们 X 轴在安全范围外。而且他是不是在说圈啦？对，我们是不是该走了？走啊！我在，我等我到，在游泳。哦，要往这个方向走，走喽，走喽，走喽！嘿嘿嘿！嘿好我在160176。我有预感，等下就是比看谁挖的木头多。对啊，就是比就在通天柱之类的。我也觉得。那我要来疯狂挖木头啊！对，挖挖挖，撑起来，撑起来。那我们中暑吗？爱困你，嘿嘿呀，去困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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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
我刚刚已经困了快一小时了，你知道吗？困了。就刚刚那个，我们刚不是今天吃饭比较早吃，然后大概那个时候我们没看动画的时候，不是已经大概六点出头啊？我就在外面躺到快要七点半了。哇，入睡哦，大爆睡。哎，我差不多五点的时候睡，睡到七点。睡哦，我从一点睡到五点。啊哇！下午一点睡到晚，下午五点。说宣哦，各位，各位，啊、真的无意识打了一只羊，对耶啊！对啊，我刚想说你在我旁边怎么杀了羊？你不是说不要打动物？完了，我们先领先人家一步了。对，我们领先了一个经验。我先走一步了啊！在哪里？那边追边往那个动物移动，然后边打怪物。对耶，我们就引一堆动物去中间，然后把他们打掉，然后赶快绕。可是你要想办法不吸到他们的经验值，然后经验值跑很快。欸、对，经验值自己丢就好了。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被追的会比较吃香的啊。啊，我觉得我的叠的方块应该够多了，我不挖了。你们在哪儿啊？感谢超级留言。我吗？我在丛林跟杉木的交界。丛林跟杉木有杉木哦，杉木，所以你们走到那么前面了。哦、看到了。你看到我了，还是看到杉木了？我看到杉木、啊，我看到了。有看到团团了。啊，我没看到你。哦，看到你了。啊，你就那么的明显呀，师傅。啊有西瓜耶，什么时候你也变那个了？然后讲谁在讲话、啊？西傅，我不是这样的人呀。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呀，西傅。这样的人。西傅，你听我讲，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好，嗯，你说什么？预感什么？会不会在正中间，然后跌高，然后开始狂往脚底丢，然后我们一滚过去就直接爆炸，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多。我会做打火机吗？你看那个啊，空中也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方块，那就是、啊、那个就是中心点、啊，没有，那就是没有接近啊。那我们要不要先去那边做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说，中间没有东西了。哦、你在中间了、哦？我在中间了。哎呦，那我们先去那边好了。好啊。它这个是中心点建说吧？好像是。那就可以这样做啊。如果它不是的话，就不能。就是这样。嘿鹦鹉，哈哈，嘿鹦鹉，哈哈。嗯，好、啊，这是中心点。哦，这里是中心点，是不是？那、嗯、点看头上啊？是我们两个。你现在只看到 ID 就是我们两个啊。好了。等他接啊。你们先，我不是啊，等他干嘛？我们还是要，你白痴哦、喔，你要被他打。我们还是要各自叠啊。对啊，不然我们做个梯子嘛。不行、啊，坐梯子。坐梯他们也爬得上来啊。对呀、啊。要跌到多高啊？不知道哎、欸。我有名的。哎、欸，最高可以跌到几层？二五五。二五六。二五。真的是你们跌的哦，看到了。我们跌的，看你要不要来。我看到哈气。看到竹子方块是比较多啊。可是你要怎么跌？那才几点？很难踩、欸，很细耶、欸，而且他打下面一格你就掉下来，对啊，哎对哦，对，很危险的。欸、到顶了？还没啊？我觉得先这样。我会不会挖太高啊？是这里吗？我们在你头上啊。在你头上、啊。中心坐标是48162哎、欸。没关系啊，就附近啊。反正不行，我们在高度往横向发展、啊。我们还要再往那边移。哦、oh, ，那我们横向这样叠过去啊？对，他进你那边。哦、木头这么多、哦，我木头挖好几组啊！我一二三四四组，五组，挖五组。啊，一六二。哎、欸，外耶，是外面。啊，他的中心点会跑啦，不能先卡位。没关系，我们那边有水，继续往那边走，我们贪食蛇过去。哪里有水啊？有没有往那边啊？哈基那边有。哦，好。贪食蛇。哦，其实我那边也有水。木头不够多，我等一下我再下去挖。
这个跳下去真的会很有压力耶。你要跳到，骗你跳到。你跳，巧克力到了。啊，没有，是小狐狸。哦，小狐狸。繁星，你是要跳下去还是去、啊？要跳下去哈、啊，还是要叠过去？哦、叠不到吧？看到巧克力，看到巧克力了。我看到了，小雨也在那边。你不要死了，觉得很害怕。哎、欸，啊！你笑了。挑战，挑战。你在哪里？耶、欸！经验瓶哦，来哦，吃经验呐、啊，吃我的经验呐、啊，嘿嘿嘿！哎、欸，你去找他们打架了？对啊，他找他们打架。刚刚看到那个好几条了，所以是往这个方向走，繁星。我不知道啊，我看到右边的山上，看到他记了，我看到小雨了，小雨，小雨抬头，小雨叠的。可是这里一手是安全区外、欸，那就在里面一点，这里安全。你在哪里？有没有看到一根高高的？有一根高高的。不是啊，那是他在丢你，就在丢你。我知道他丢不到我。一、二，摔倒。啊！金啊啊啊！好了，你们是要增加经验值了。哦，我看到地板一堆经验呢。小雨，给他吃经验，给他吃经验。他一直疯狂吃。我宝、欸、在这吗？哦，这里，这里。对 对, 對，这边超级哇！我怎么一等呢？醍醐灌顶，小雨，我怎么一等了？对，我一等了，好恐怖哦！小心！好，没事，我这个距离欺不到。哎、欸，最上面是谁？我。哦、好。哎、欸，云月，我来往上叠了，他自己，你看另一边。哎、欸，等一下，那个指令。嗯指令方块在外面吗？是不是？对，哇，哦、那等一下，那大家说都等一下吧。扎瓦鲁豆，扎瓦鲁豆，扎瓦鲁豆不会拼，惹我的，惹我的，扎瓦鲁豆的 LED 哦，啊都不能动，波波你还在动？哦对哦，是多叠一点。扎瓦布拉布拉，扎瓦布拉布拉布拉，感觉是要做个半砖比较好叠啊。还动？没有，还动？土司喵还动？哎、欸，他还养鸟鸟哎、欸。对啊。我去弄一个。土司喵停止。好乖哦。都说扎瓦鲁豆了。这个这么高是谁的啊？把你退回去二十个。没有，你不要这样子，他等下真的退回去。他真的会退回去啦。波哥广告呗。波哥广告呗。他在外面被吃掉会停止哦，这尴尬了。哦。哇，所以你有办法修复吗？现在正在修。OK， 我正在隔壁，吓死我了。我也是在隔壁，因为这下一圈我如果再砸瓦鲁的，我要死了。所有人的力，会死人吗？会死人，我们还是叠好了啦，我们还是叠，先叠到安全区就好了。OK， 可以了，OK， 好。欸、我可以丢到小雨哦，丢小雨，有小雨在吸，小雨在吸，吸饱饱，繁星怎么掉下去了？我来不及了啊，上面很恐怖，哎、下面也很恐怖哦。哎呦，要团团小心，好害怕！巧克力在最高，嗯，哦，去找巧克力，我好害怕呀。繁小雨在叠高喽、哦，嗯。看谁的木头多啊！所以安全区是在小雨那边吗？确定哎，负170，这是什么奇怪的状况？真的在小雨那边。请问宝宝，你手上的什么东西？宝宝，他刚发给大家，你知道吗？我丢到小雨，丢到小雨，我要死掉了。要死掉了，嗯，又一直被灌经验值，哇，
啊，我死了！哇操！你被魔法杀死了！没事啊，小雨也死了。哈哈哈！是吸到太多了。对，谁比较高啊？来啊，我木头超多的哦，来啊！哇，他还在叠，还在叠。交给你们了，我没木头了。哇，你没木头了，那你只能叠下面的陨月啦，就下面陨月。还有谁啊？哇，你这个在安全区外、欸，你木头要稍微斟酌一下。我吗？对啊，是在哪里？我木头还很多。太多了，太多了。哎、欸，最高了，最高了。还在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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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不到，丢不到，丢不到，你到安全区了吗？还没。哇，我是超级安全区外。X 是哪、啊？哎、欸，他接到你那边哎、欸，我快被吸死啦！哎呀，我不管了，我要去找雨夜了。哎呦呀，哎呦呀！哦，丢丢丢！哇，差一点！哇，巧克力一直在吸耶、欸。好恐怖啊、哦！被限高限地啊！限地白痴啊！他跳下去了！他跳下去了！他没事，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183呢、欸？哇哇，你这个有底下有水吗？底下有，但是底下经验值超多，你们看。哎呀！这是峡谷，这是峡谷，这是峡谷！拜拜拜拜，这是繁星哥。白痴哦、喔，经验值超多的啦！哇，哈记，我看一下哦、喔，哈记，你血量够高的话，你会赢。我不是把东西，因为是一起受伤嘛，你血量够高的话，懂吗？嗯。可是问题是，要等到五分钟后限高，他在之前就被边界夹死了。对。哦、喔，你不够那个吗？拜拜。你在哪里呀、啊？哎、欸，哎、欸，啊，你死了！哎、欸，你差一点点呢、欸，好可惜哦。其实边界夹的差不多了。哎呀呀！我太早下去了，我们跌太早贴太高了啊，忘记当水桶。他这个设定，设定这个不能拉那个。你怎么死我跳到跳，想说有水跳下去，结果那个水在峡谷最里面。峡谷最里面。然后你又挖着，然后逃不出边界，是不是？对看到原路径，看透了。我想说，哇，你有跳到水，然后那个看到 biu biu 摔到死。嗯、而且我是要丢你，我没有注意到，我就跳下去了。我想说，你丢得到我，我一定也丢得到你啊，然后就掉下去了。哎呀！这下去我还是死啊！会死啊，一定死啊，一定死啊！这高度我就死了、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下去，没有哎、欸，没死哎、欸，所以就算边界来，我们你们没有跟上来，我还是可以活下来，因为你有一颗，对我剩一颗，哎呦，哎呦。砸爆！不要去吃了，烦死了！你知道你就算到地表很可怕吗？地表都是大家没有标准的，都是经验值，满地都是，满地经验值超可怕！哎呦，超恐怖的，有600多个物件的、欸，那个隐约超认真伐了十组多的木头、啊、对哇，我也是木头超多。一把自由，空中超混乱，我们空中到处空桥都接起来的，对啊，这才要草进的，是不是？可以啊，用那个终点放正中间。哎、欸，对对对，对，终点不能动，不然会等忘记了。哦 ，BO BO， 哦，都不提醒 BO BO。你手上刚拿的是什么？傻爆眼。对啊 ，BO BO， 你知道我这想往你头上丢，你知道吗？他拿什么？他拿什么？是不该存在这世界上的骨头之类的。波波，你刚刚拿什么？瓜。拿什么？波波，我刚刚不讲话，瓜。
乖。啊，不过我现在都排挤我们，不愿意跟我们讲话挂。没关系啊。还有只愿意拿对的东西，然后来这样子挂。哦，那炸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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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这个不是要玩这个，不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啊，不是啊，啊，好好好。哦，我都是摸摸。哦，你是说脚边会启动 TNT 的吗？好久没玩了。喂。嗯，所以等下只能走草径啊，你不能走草地。健硕，那要不要那个啊？踩到泥土上也会受伤，你这样的可以挖对方脚下。哦，可以耶。那爬树会不会太坏了？不可垫高高，不可垫高，还是跳有跳就凋零之类的。没，你要爬，那等你爬不还是要跳啊？可以放那个啊，半砖啊。就你要往上爬，都只能走泥土。嗯嗯，这样子，就是你用木头、石头那种都不行。就你要往上的话，你就往上盖的话，你就只能用泥土盖。嗯，好，这就是草地会凋嘛，然后只能用泥土垫这样。哦不。对，还是就是只能走在草径，哎、欸，这样好像不好设定，嗯，因为太多东西要设定会受伤啊。对呀、啊，草径，草地会受伤，草径不会，嗯，泥土也会吗？泥土要会吗？泥土要吗？可这样就没办法拿泥土垫高高了，对，受一下伤，跳一下只为了受一下伤，嗯，草径。好近的 ID 是什么？近的 ID 可以拿一个来戳一下看。看到了，grass pass，OK，grass pass。那耕地算吗？耕地不算吧。有大家是给会给那个铲子让大家可以。我想说它不足一格高，一点点。我来，不然就试试看，就是如草径以外的，你身上会有个数值，那个数值归零，你就会开始扣血。啊，你站在草径上会补的数值。哦，可以，可以。对啊，这样你叠杠也没有用，因为没有草茎，没有草茎让你恢复数值，没有草茎，你就没有数值，你就会成为没有数值的人，不可以成为没有数值的人。那你刚拿什么？刚拿什么东西呀、啊？哦，刚刚我的晚餐翻了，因为我摔下去死掉，太激动了。哦、真的假的？我的天！请问你的晚餐？你刚刚那场手上拿了什么？对啊，拿着呕吐瓶，幸运物啊！你应该很懂吧？幸运物，你应该很懂吧？我不懂啊，你要讲清楚说明白。我没有听到你都说那个是你的幸运物哎、欸，所以我就照你。可可豆？不是，可可豆啊！我刚刚就拿可可豆啊，那我没有，你又不是了。啊？怎么？我跟你同队的时候，你都不会拿？又是了啊！又不是了，哎。哎，我一定是手上没有拿可可豆，我才会摔死。哎，我跟那个水就差了一咪咪耶哦。那就听到。拿一只把啦。对啊。然后你就啪。我刚刚那个太重跳不远了、啊。跳太重才跳得远好吗？哎、啊，我以前不能放中间呢、啊。啊？没有、啊，如果说中心点都就是中间箭缩的话，就不会被吃掉。中间不是要放外面吗？嗯啊，他会不会清掉？哎、欸欸，对耶，把它移出去，一定要把移出去。好像在放下面这一格，对不对？下面这一格，怎么像？下面放下面可以啊，左右会不会也有可能最后被压到？嗯嗯，有机会，有机会。
哪像宝宝刚刚都不会提醒，哎。啊？波波坏，小波坏，小波坏，波兰。所以波波，你刚刚的晚餐是汤的还是汤的、啊？汤哇，哇，这个就很难过，所以我刚刚都全湿啊。好好，所以你现在全你说死无全尸吗？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没有，怎么可能不排除脚粉痛数值？哎，公主好像不会告人呢、欸、哦。然后明天就哎、欸、那个波波接一下三连台，在场的船票都来了，有没有哇？七张。还有来自香港的哦，哎呀，对啊、哦，跨国的，跨国告诉我，还有你们各种观众的，对、啊，我爆了，你爆了，这游戏怎么玩？就告你啊，告你啊，我之后只能用 BB 来那个当我的艺名，什么 BB 啊 ？BB，BB 已经有人那个了，你不行，那我用 O2 好了，你只能用 O2， 对，O2 可以。太难了吧！这游戏、啊、白痴，我怎么又点到黑色？你怎么都喜欢点？你就不要按右键呢！我不小心按到，没事，回来了。你又变身了，回来了，回来了。就想要离开，没有啦。就是想要转身离开，没有。然后分手说不出来，脚痛数值是什么？就是脚很痛数值啊！你只要一直归零，应该说数字到多少？到100好了。100啊，它增加多快啊？嗯，为什么会有这个、啊？你踩其他，现在可以。哎，哈哈哈哈哈！哇，这里怎么有人走不过来呀？哈哈哈哈哈！哇，哇，为什么我出不去？哇，你是个剧演员哦。真的呢，出不来。我出不去了，出不去，我被困住了，我被困住了。我要这样子，不是你要这样，没有没有要看了、啊，要这样，没有人在看，哎、欸，他真的要当默剧演员嘞，他不想讲话。他被禁言长老禁言，你被禁言长老禁了吗？哎、欸，你试试看，你可以比手画脚，让我们猜什么之类的吗？啊，这个很难，太难了。只要点头、摇头、转头、挥手，这样没了。好，还有蹲下，还有蹲下。好好，再给我两分钟，可以。让我要来猜波波的那个。好，嗯，我想一下，我想一个词啊。我看到呕吐怪。几个字？几个字？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四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一个英文，一个数字。四个字啊！他刚刚手挥了四下。四个字吗？吐了满地。四个字吗？两个字，两个字。还有两个字啊！西瓜。呕吐。呕吐。太难了，太难了！西瓜，西瓜，他点头了，他点头了，他点头哎、欸，哇、啊！那你可能出不来了，你出不来了，完了，要有人在里面了，空间要变得更小了。波波，我们不好了。哎喂，你神武，你要。我但是这样，吐还给你啊？不要了，对不起了，我错了。而且还是用吐哦。哎呦，不要，我怕不要。还会吐一整晚给你哦。哦哦。哎呦，好烦哦。哦，你好烦，好烦哦，好烦。那告示牌是写什么？你猜啊？你可以，我们用比手画脚给你看吗？用 F 五看应该看得到。比手画，我们比手画脚给他看啊。看应该看得到吧？拉高一点应该看得到吧？没有吧？他没有屏障那个。他如果被屏障挡住，他镜头照不出来。他只有看到他自己大脸。哦，大脸，那你就看你的大脸吧。对啊，好大脸哦。OK， 哇，看一下会不会死。哇！哦哦哦！凋零了，凋零了！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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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你踩回它就会慢慢的回复。哦哦，在外面就会好快速的上。哎、欸，会被推出去，会被推出去。五十吧，五十就差不多那个吧，还是。你们要到多少？两秒钟。哦，一百开始痛。一百吧。五十也可以啊。大概五到六秒钟踩在外面五六秒钟。对。那五十。到五十这样子。那有会给那个铲子吗？啊，放。那铲子会有击退效果吗？铲子有击退效果，好像很快哦。铲子用那个效率很高啊，直接把脚下挖掉。嗯嗯，效率铲。哎、欸，你不要把我推去边边了。效率铲、啊。效率，然后。这就是卖快的方块数。再看一下嘛。你干嘛、啊？既然不会换，怎么不用精彩？都不要站，都不要站！啊！我脚痛。他是直接归你呢？哎、欸，为什么我没办法挖、啊？你们是暴击模式，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哦。哦。哎呦，他是直接归你呢。我站半个外也不行、哦嗯。好猛哦！不愧是阿志。你是每晚都在吹啊？当然啊！哇哦，你很快耶、欸！哦，无法破坏的铲子，这个无法破坏铲子、嗯。为什么站边边也会啊？会啊，因为边边不算那个方块。对啊，对啊，无法破坏，无法破坏啊！诶、欸，哦，哼，这样子 ，OK，OK， 看效率吗？要效率是不是？效率，你要挖把人家挖下来就，对啊，对啊，就不能打、啊，就只能用挖的。嗯，挖掉了，我把挖掉，挖我做了，真的，哎，笑死了。太难过了啊！效率五的，你要效率多少？啊、我放效率五的，还是你要效率十？可以、啊，效率十，还是你要一百？我太快，我太快，我太快了，效率十，效率十这样子 ，OK。哎、欸，你怎么可以这样？嗯、欸，你这里面是那个、哦？你存一下地图。欸啊！是不是给我多喊，不然弄弄累。可能你传进来，你也是那个哦。没有，我再出去就好了。已经死了。Oh my goodness！ 噔噔噔噔噔，可以进来啦！所以你要说 party 了。一二三三一，一二三四五七。九点了。哈基一二三，地板怪兽哦，地板怪兽，地板怪兽，然后站在任何的方块就会脚痛，要站到草茎才不会，草茎上面有草比较舒服，好，踩着一下，哎，脚就会舒服。每个人都会有无法破坏的效率石，钻铲铲啊，铲铲铲铲铲。一样开场说先，呵，先说说二十分钟，好，摸满台啊，铲子打人会不会很痛啊？铲子打人应该不痛吧？铲子打不痛吧？哎，五的伤害会啊会啊会啊，我们要不要用这个打人？只能挖脚胶，打到人就直接死掉，打到人直接死掉。那给虚弱啊，给大家给虚弱要不要？好，好，跟你连怪都不能打了。好啊，没有清怪，清怪，清怪。和平模式的二十分钟后清怪。和平模式 A 虚弱的，有了。OK， 那就来了。Okay. 嗯，好，飞机分队分分呐、啊，四游组，四游组，去找四游。四游，八八八，哎，我刚才发现我那个汁连手机都喷到了，吓死我了。手机？
或者晚餐的吃。哦。吃。吃。哦哦，总是在这里啦，白痴啊！不能，快跑！快跑！快跑！快逃啊！对面，对面，过河，过河，过河。我们有好慢圈自己领地，你不要靠近我、啊。伺服器小游戏啊，只是团队合作，脚很痛。啊，等一下，如果你干嘛点左键？我把草打掉。你等下到时候要去的地方没有草地，不是就很尴尬？嗯，过河敌不动，我不动。大家都不敢动，顶多被中介压死嘛，又不能被压过我。一起被压，哎呦，啊，先被压死。被压过我们哈，看谁被压，先被压死啊！哎、欸，哈哈哈哈哈！阿布，宝宝，宝宝，哦，快回来哦！哈基也是了，哈基也是了，团团也是哦。哦，哈基快死了，哈基快痛到死了。感觉那边在打架哦。小心一点泥土。不行，只能在上面吸它，不能跳下去。哦，好烦哦！不要打，改道就好啦。啊。中心点在哪里？我看不出来。116256是一一六，对，256是高度哦，对，256。256高度太高了吧？等一下，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呢、啊？哇，他们的鞋怎么了？哎、欸，他们该不会中间那一段跟我们一样都没有那个吧？如果我们俩发现中间那一段都没有的话，我们就算了。对啊，看一下。对啊，我们就没有看方向在乱走，你知道吗？这边啊，这边吗？不是不是116嘛，116那应该是要往这边，要往这个方向。256。哎、欸，256。名字那边。哎、欸，应该是这边了。256应该是这边啦、啊，这个方向了。对啊。哦，哈基，哈基，欸、哈基掉了死了，哈基掉死了。吊死了！我们还没遇到他们就吊死，还没遇到他们就先吊死了，还是他们刚才过河之类的？对啊，我在想啊，可能对，我在想，感觉应该是过河。看这边有田没？不要踩到。116256，快到了，就差256了。对啊。完蛋了，要爬山。256是这边吧？这边。这个花在这边在干嘛？左边刚好有一个可以那个爬上去的。对啊，这有一条路，没了。等一下，马上跳过去，马上铲，加油！哇，小雨好强。因为他有调那个生长速度。哦。那个草地很快就长过来了。看起来好有趣哦！白蛙，256，好像树叶。那怎么是这个？什么是什么？这边有丛林。
啊，这刚刚地图啊。哦。不用，我那应该要到了。其实应该这边就差不多。嗯，哦有啊，十六格范围的话。哎呦！啊！不要站边边，欸、不要站边边，不要抓边边啊！脚踩空也会算哦、啊，跳起来也会有、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没有，你这边要草才能长，你这边要草才能长。有前面有啊。哪里有？有有我跌起来了，我跌起来了。有这边有。可以了可以了。只能让它长过去，路变宽一点。二五六这边就已经死了。哎呦，太默契太好。哎呀，我们的道路很宽敞。哦，他这样长得过来好猛哦！可以啊，他只要他上下左右有就好了。前前后后，上下左右。对。干嘛、啊？为啥、啊？干嘛、啊？你怎么受伤、啊？我不小心站到边边了。想走在边边了。臭鸡。小鸡。看来我们在这里等就好了。你在家了。怎么又少两个人？对啊，又开场又少人。不是有什么诅咒啊？你是说开场少两个人的诅咒？对。咦。咦。这样，还好，你跳一下起来大概。十，所以还好。要把这边全部都弄啊，弄掉啊！刚刚不是应该留一点吗？然后我们就看看被哪个方向。还是我们来的方向。这边好危险啊！一百倍。Represent speak。如增长一百倍。一百啦。好像是一百啊。嗯，原本是三，预设都是三。哦。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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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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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呀！不叮了，你真的叮叮叮了，真的叮不叮了，不叮了，哎，来了，在哪里？来了，好，小心飘飘，有我踩回来了，你小心，没有，我踩回来，好，我去进攻。把球给往下挖，有他那边是石头，有我刚刚啊，要数一起数啊，团团要数一起数啊，我刚刚哇，我的天哪，来，我也可以过去帮忙，熊猫团团，熊猫输吧，那就是，哇耶，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啊，巧克力被你挖到石头，赶快跟他下，对啊，我把他挖到石头去，一起死。我们起始点太惨了。哎、欸，我们一开始也是，我们一开始也是。我们过河就直接半血了。哇！哦、你们这么久，我们是差，我们那我们好一点，我们好一点，好一点。我们过河刚好那个无敌时间。过河你们知道吗？边界在后面，我们要逃边界就得过河，然后。哦。太惨了，在丛林呐、啊！哦，我们是地上都是灰狼，我们是地上是灰狼，没办法挖，太惨了，恐怖啊！恐怖，真的恐怖，哎呦，恐怖死了，恐怖死了，恐怖死了，我想说，我们好像
那自杀攻击也会赢，我就直接冲过去。对啊，自杀攻击了，完了，霸王千万。好，我去，我是两颗星。嗯，波波，你是一开始就直接掉下去了，好吗？我是想去捡泥土，我真的捡泥土，不小心，一个不小心啊，一个噗嘞！我觉得那个死太快了，改一般就好了，改一般就好了。对哦，对哦，嗯，干嘛？我都准备一般跟效率五都准备，嗯。有一的、五的、十的这样子，自己选择一五十，十的就不要了，十的就不要，太快了，不要，十的不要，不然那个自杀三颗就来了，给个三颗那个金苹果吧，三颗金苹果、啊，还有一些草地，还有一些草地，不要就给草地就好了，给草地，哦，给草地就没事了，还是给草茎啊。还是给那个冰霜行者，因为草地如果你旁边有泥土，可以慢慢延伸到那里。哦，对，冰霜行者，就一样像刚刚一样有调那个生长速度啊，十个草地这样子。嗯，我觉得这样，你要过那种河就都没问题了。嗯，这样子冰霜行者也可以直接那个、啊、过去啊，啊，这样更快。就这些东西，好。还要再调一下那个速度，生长速度。OK，OK， 好欠。那要五十就还是要一百？五十不太快。刚刚亮起来了，刚刚可以啊，还行，还行啊，那就这样子好。好，随机分队。分耶！日，日。怎样？让我们日下去吧。日下去。怎样？嗯？怎样？亮准。来喽。嗯。有一般的效率五，还有一般草地都有。OK。相信我们没问题。可以的。的吧。挖起来。看谁先被挖到石头，就谁最可以。那是119258。哦，有。119，119哎，好远哦。对，119，我们现在在哪里？往-58，哎，超远呢。哎，我们有还有20秒可以走，20秒。嗯，20秒。哎，还有几秒？14、10、10、10秒，258的样子，对，258快有了，就116，嗯，哎、欸，那康香没了，康香没了，有，我们现在在玩了，我这有一个康中大道，有看到了，效率，其实效率还是很快，对啊，还是很快啊，效率产生本来就比较快了，嗯，我要去挖。泥土了，对哦，我看到波波都在吃土，假土豆，你还推我，你再把我推下去是不是？没有，你误会了，你刚刚都推我，我傻眼。好，你误会了。如果你被挖到那种深渊，记得赶快放草地在。你在干嘛？不小心，不小心。你被挖到深渊就可以赶快放那个草地出来挖，可以，那应该够了。我以为你要下去。对啊，我想说，哎、欸，为什么团队、那個、为什么都在这边？对啊，没有，我只是在找挖泥土而已。哦，好，挖一组了，好。哎呦，摔到了！哎呦，团，你也没有资格嘴啊！你扣的心还比较多。我是被毒到的哟。嗯。那不是听起来感觉更美。你是摔到的哟。你是 Moco 哟。讲话都要这样子哟。哟。我换卡了。你在干嘛？到底在干嘛？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你挖他们。我在挖。想说也太卡了吧？刚刚。刚刚怎么这么卡？
他们都在这。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这么卡？对，那个他进来，他在下面，他在下面。哎，打人呐、啊！音乐，音乐打到人是不是？音乐打到人。哦，真的突然！哎，哈基打人呐、啊！我会打到人，有石头，拜拜！啊，你扔石头了，还有！哎，你才要没有？哦，一对一，团加油！团跟小雨，团跟小雨，啊，有小雨快死，团加油！嘿。可以，打团，耶！这是土司喵，我跟他拼，我觉得他死了，不要换土，不要换土，我绝对让他死。啊，我是被土司喵敲死的。哦。都是在那里看到，哇！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打人呐、啊！三个球的，打人啊！打人啊！打人！上去上去！战争！打人呐、啊！九一！都不小心打到你哦！这个有打到你哦！不小心打到，对，等一下，刚好没有虚弱，三场有虚弱，这场繁星被一个打死，然后被土司喵打死，就是被戳到的。他说刚刚怎么一阵泪格，然后就我过去挖小雨的时候有打到他一下。哇！而且那时候波波一开始扣血，我们还想说，因为我们又再雷了，然后他扣血，我想说他在雷怎么，他怎么自己掉下去了？我刚看到那个，我想说奇怪，怎么累格？然后我就没有仔细看。他说波波，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扣那么久？你到底在干嘛？啊！有人来了！来死！他们走，我们沿着你们的路，然后说：“哎、欸、哎、欸，这是他们前面的路哎，来，我们跟他们走，太急了啊！所以就包包，只要你要走那么慢啊、这个叫做雷，对，不要落单，跟着大人一起走。有，我跟着大人，我只是走到屁股后面而已。你都在收集土，活该。”因为他比较重，走比较慢。吐了哦！你在后面吐是不是？对，我在后面吐。哦，你要说啊！晕了，讲一下，我没注意啊。我傻眼。对，好搞笑。好啦，苦啦，苦啦。好啦，感谢今晚收看，感谢哇！这一今天好像只输一场，是不是啊？发生什么事情啦、啊？之前玩欢乐赛都是没有拿过冠军的啊，还是因为今天要么赢，要么输，二选一而已。好啦，感谢今天的会员，感谢超级留言，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拜拜。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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